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追求更优质的状态显得尤为重要。昨天由某精品生活方式平台举办的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精品生活时尚盛典2017年中国奢侈品网络消费白皮书发布暨库克大会在上海举办，皇冠中逃跑计划、天府事变等明星受邀出席。在此次年度盛典上，主办方宣布将整合多方面的资源和资本，对工匠、设计师、艺术家等精品生活创造者的扶持，使原创品牌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追求。该平台创始人兼 CEO 李日学直言，一直以来他们想做的都是让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真正落地。以原创作品闻名的乐队逃跑计划更是为此次盛典一连唱了几首代表作，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有乐队的助兴，气氛高涨不用多说。而所有到场的库克中，皇冠中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一位。不过歌喉了得的他，没曾想画画实力也是一流呢。其实我还没开始玩吉他之前，但是我很小就玩吉他了，因为我大概12岁就会弹吉他，就在之前就在之前就开始画画，就只会在地上爬，除了爬就是塞东西进嘴巴，就画，其他就是画的。哦，所以你的画画的时间其实是比做音乐的时间要久的，一定，这一定啊，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哎。对，其实我们这样啊，说个数字啊，阿鹏，你又唱歌唱了多少年？啊，我唱歌唱了30几年。画画画了多少年？40几年。真是被音乐事业耽误的画家呀！腾讯娱乐上海报道。